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轩宝妈。看了一下我的工程不小吧，干了不少吧，修了这么多，还剩一个马尾吧。这几阵儿，明天上午有时间的话，肯定能修完。然后这都是下午修的，这儿。今天下午出了个丑事儿，然后收尾的时候，收线的时候那个扎了半天没扎进去，然后修着修着，然后线掉了，线从这里出来了。修，认了半天，这才认上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下午干了多少活。今天下午修的比较时间还比较长一点，这个活现在马上要竣工了。明天上午有时间了，修一会儿就到，就能修完。